说，不愿放到每一刻。噔哒哒噔哒噔噔噔哒，这调对男的有点低了。嗯。哒哒哒噔哒噔哒哒哒噔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噔哒噔哒哒哒噔哒噔哒噔哒。未来是什么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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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对你都最熟悉。你爱自由，我却更爱你。我们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去召唤那遥远爱着你。我们需要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哒哒哒哒哒哒哒，世界里，请不要离开我的回忆。我们来深情的对视十秒钟。哎呦！笑场。好，再来嘴脸。Sorry， 再来一次吧。你那个表情晚上会梦见的。这次你不会搞怪。嗯，不搞怪。为什么要说话？如果不是在节目上，他们俩应该就会更靠近一点。对，对吧？对。Hello， 菜菜，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男生。昨天没有好好的回应 ，sorry。今天我的反馈是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你坐在我旁边的时候，我会有一股安全感在。走向我，你后悔了吗？走向你，一点也不后悔。哎，他们都太会表达了，真的，好棒。但是他们俩也很契合，主要是，对，有一方受不了这个，也来不了这个。到了。哦，不好意思，刚刚在传递这个脑电波。嗯，接到了。你在我身上来一次。别吧。不是。我很沉的，你知道我多重吗？我不知道，但是你相信我，我比小张重。You trust me？ 我真的怕你把树压成草了，我的天哪！别让我笑。OK。Right, one leg up on her back。你们真的相信我？我核心超级强壮。OK。你行不行？哎，我可以。我还没用力。我可以。真的？我真可以。扶我一下，扶我一下。把脚抬起来算。哦，不行了，不行了。哎，是不是对自己过于自信了？咱说，你知道有多沉吗？那我咱俩换一下吧。你不会有170斤吧？哇哇哇！是你今天第几站 ？My second one。第二站，你第一站找的谁？楚楚啊。楚楚。我跟你讲，我看那个牌，等一下，我反正我都到这儿。我看那个牌，我当时是这样子的，点兵点将骑马打的，然后最后点到了这个。哦，其实泰文也看不太懂，缘分天注的。然后我也没有翻译器，所以我看了一个乱码，你知道吗？我还以为他给我丢海里了。那我也送你个东西吧。什么呢？算了，不送。送我一个笑容。我可以送你一个东西，我会告诉你其中一个是谁。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你告诉我，你最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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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这样。你就想自己抽是不是？想就想凭缘分。我想每个人都见一遍。凭实力见啊，那行。我有从我最想见的人到我就是我有想最想见的人，但是我也有所有人都想见的那种心情，所以我。今天很开心，我见到了两位不同的好朋友。三位，不好意思。
very much. 分开。分开。Thank you. Thank you. You have any question? 可以让老师展示一个高难度动作吗？Teacher, can you like show like one of the most position that you really good at, like very hard one? Can I use it? Of course. Oh. Oh, I've seen it before. Oh, amazing. Beautiful. Oh.Beautiful. The body movement is amazing. I can try. You can try. Leg up, one leg up. Yes, here we go. Yes. He's standing. Oh my god. 好难。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问你个问题嘛，你有多少颗牙齿？我不知道啊，怎么了？多少颗啊？什么呀？数学老师知道吗？多少颗牙齿？多少牙齿？我少一颗牙。为啥？不，我少两颗牙吧。那我下面这颗牙是在这个中间，我上面少一颗牙。哦。哎，还真是。对啊，我这颗牙在中间。好神奇啊！我们都是上下，就是对着的，对着的，中间有真的是，那真还少一颗、啊。你特长的时候应该找这个。是基数是。然后完了以后，菜菜到时候说我没有牙缝。我嗑瓜子儿找不着缝，你知道吗？嗑瓜子是得把它撕开的嘛，你知道吗？多费劲儿啊！人家吃瓜子十秒钟可以，一秒钟可以吃四五个，我一个。为啥呀？他牙太光滑了，没有。牙太光滑了，卡不到缝，什么东西下面滑过去了。所以每天我都在用牙缝就是掏。哎，我真的很好奇，大家平时朋友圈发什么？不发。都说说平常朋友圈发什么？真不发。不发，你这么神秘啊！三千人格装高冷的，太神秘了。我是这种，有时候发的时候狂发，然后完了以后一下消失一年半年。你一天会发好几条吗？我不一天发好几条，我说狂发大概是一个月发个五六条，这算我的狂发。你会一天发好几条吗？我不会。然后大概一年到半年就不发，我就经常这样。我是那种一次性要发九宫格的人。我也发九宫格，一定要一定要九宫格。我可能三个月发一次九宫格，这样。四个行吗？啊，四个也可以，四个也行，四九都可以。六呢？六不行，一定要卡到那个位置上。但是我经常发七个，你会不会把我屏蔽啊？哎，我也会发七个。我九宫格中间那张图片是最重要的那张。最想被人看到那张。哦，你很有仪式感的男孩。